大家好，我们上班族啊，在上班的时候经常要面对电脑的显示屏、手机或者是某一个固定的工作状态，这样长久呢会造成这个眼睛发涩、发酸、皮肤发黄，甚至这个身体发胖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该喝一些什么茶好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相关话题。绿茶中啊，含有丰富的茶多酚以及大量的活性物质，它能够明显的抗氧化、抗辐射以及延缓衰老。所以啊，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多品饮绿茶呀，能够增进肌肤的抵抗力，提神醒目，舒缓人的紧张情绪以及呢视觉神经的疲劳。绿茶中的茶碱呢和咖啡因能够活化分解蛋白质的激酶、三酰甘油等物质，可以呢有效的减少人体内堆积的脂肪，达到呢排毒瘦身的效果。因此说啊，我们上班族在上班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些困扰，可以通过呢品饮绿茶的方法呢得到解决。这个你不妨在日常的工作中亲自的去体验和感受。同时呢，绿茶啊也是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品饮冲泡的非常简单、非常实用的一种茶类。好，这期的话题呢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老吴巡茶，为你寻找心目中的那杯好茶。